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奇社。现在时间是2020年5月15号的晚上，大约10点左右啊。我今天呢是一个休假日，但是呢一如往常我会给自己安排很多的行程，那目前都已经达成了啊。那没有想到呢，在就寝之前呢觉得自己还有一点体力，就想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啊暗元系列钢骨 H04 型速攻机甲。那么呢这个玩具的话呢基本上呢不需要烧什么头脑啊，只需要静静的呢掰给大家玩，展示给大家看就可以了啊。那它的一个包装盒的话呢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玩具的信息量呢基本上呢从盒绘呢也就能够看得出来了啊。附带了一个兵人，那这个兵人的话呢是给安坐到机器人的内部的，这个设计的话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啊，终究机械的话呢还是要跟人类有个互动才有意思啊。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做一个简单的小展示。首先来看到这一款人偶，人偶的话呢它最让我惊艳的是它这个头盔呢并不是一个替换的一个头雕，而是直接的这个直接真的是直接戴上去啊，只是说脱掉之后还有一个戴个墨镜啊，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这个就有点意思了。而且这么小的一个人偶的情况下呢，它的一个五官轮廓刻画的还是相当之可以，然后墨镜的一个呈现跟面部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分隔线，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头雕做的相当好啊。然后身上的一个衣服的一个涂装都有点旧旧油污的一个感觉，非常非常有这个军人的一个 style。 那手枪呢还有这把大型的机枪啊，直接都是握在手上的，中间并没有其他的插孔，它还有另外一把小枪啊，是可以附在机械里头，待会再把它给拿出来。而这个腰带的话呢本身可以转动，以及呢为了怕呢这个有所损坏吧，它有多附了另外一条的腰带给我们。还有呢就是这些关节的部分呢，因为它这个关节都是属于一种小型的球形关节，因为关节比较细小，所以呢实际上呢它呢还附带了好几个啊可以做替换的零件，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了一个损坏的状况呢也是直接可以做一个替换的。裤子的话呢这个皱褶里头这些阴影的部分呢处理的就比上半身呢还要再更加的一个清晰一点点。鞋子的部分呢做的也挺好啊，那底部呢是有洞啊，但是呢我好像没有找到可以让它能够站稳的这个插座啊，目前我是没有找到了啊。然后身上的一个背包的部分后面的话呢是也是有一些细节的刻画，不过背包的处理显然没有前面来的好啊，就感觉比较像石头啊，稍微有一点点的没有像前面那么的优秀了。那平举的没有问题啊，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啊，基本上呢人形状态下能够动的部分呢也差不多都可以。那这个武器的部分呢我们就暂时的将它都给取下，直接的呢把它跟这个后面的机甲呢做个简单的互动好了啊。不对啊，在互动之前的话呢我们应该先看一下啊他们的一个身高的比例。 OK， 这个比例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我个人是蛮喜欢的。那先讲一下好了啊，这个机甲的话呢它的一个这里还有一把小枪，这个地方可以打开啊，这个小枪是可以收在这个地方啊，这掰一下就可以把它弄出来了啊。那这块部件呢如果拆下来的话呢这个枪会更好做一个收纳啊，但是我们就不特别把它给放下来了啊，这个地方打开。然后这个驾驶座的前面这个部分呢是可以往前面推的，推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的话呢给塞到内部去啊，这个人跟这个机械的话是可以做一个非常非常一比一很赞的一个互动。再把这个部件给推回去啊，这个地方 OK 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款这个速攻型机甲的一个细节啊。首先的话呢它的身上呢有一些部件啊，像这个啊两侧的话呢是必须要另外再自行做一个安装的啊，包括头上这个部分是一个球形关节的一个安插，这些部分的话呢组装呢按照这个合绘的一个对比的话呢就可以装上去，并没有特别的困难啊。那我真的很喜欢呢有一个人在这里头的一个感觉哦，就是有一个驾驶这个 OK， 从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角度来看呢我都会觉得它非常有真人电影的一个感觉。那身上的这些涂装啊也是很有一个旧化，甚至这些刮漆的感觉，油污的这些污渍的这些处理来讲的话呢我个人都非常喜欢的。那身上呢这种很有力量感的这种油压管的话呢也都是有刻画的，但是并不能够真的去做一个推移啊。那它的话呢这个地方内部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球形关节的这个地方啊，这里这个呢包括这个有点细的这个腰身啊，会让我想到环太平洋里头这个暴风赤红的那个腰部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感觉。
那上下半身的话呢，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配色不太一样哦。中间这一带呢是用这种铁青色的一个感觉，那还有一些外侧的话，正面来看的话呢，这一些部分啊，这个有一些区隔啊，这个感觉都是一个包覆的这个甲胄，包括这个裆部的位置，那这个像是骨骼，这个像是保护它的一个结构一样啊。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正面的一个承受力呢啊，就很明显就是正面是要为了作为搏斗啊，所以它的正面的话会有一些保护的一些装置比较多的啊。那趴的一个上半身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武器呢给做一个拿开之后，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武器这个拿下来啊，这个武器的话在初拿到的时候呢，也是要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小组装的。那涂装啊，细节的部分呢都挺好，这些部分呢啊，手去握啊，去拿呢也不用担心刮漆了啊，因为它本来这个武器这样抓这样握呢会刮漆，应该也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了啊。那他身上的话呢，这个我手上这个的话呢，感觉吧啊，这个双动关节呢两侧呢，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还是都有点偏紧啊，就可能再弯个几次就会比较适应一些些。那球关啊，这个指头都可以动，身上可以动的部分呢就给各位做个讲解吧啊。首先呢，手臂的一个平举的话呢是可以平举到很大，但是这个造型呢稍微有一点点限制。然后在这个地方，这里二头肌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转动的。手肘的话呢，因为是一个双动关节啊，所以可以转超过于90度。手腕的话呢是这里是个球形关节。拇指的话，根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但它的开口的话呢是开的比较奇怪一点点，并不能够做很大幅度的转动，但是也足够了啊。然后指头的话呢都是有一处两处三处的关节，根部中间还有这个前部的一个关节。那握持武器的紧实度还是很好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一样是有个油压管，但是呢就只是一个造型而已啦，但是已经非常好了。那各位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是有齿轮关节的，前后也是有，前后的这个紧实度呢非常的扎实啊。那这个在把玩的时候呢，我曾经提过很多次啊，这个机器人的玩具的这个肩膀啊，如果转的时候呢会动啊，就会感觉有个震动感，这个玩具跟你之间有一个互动，回馈你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感觉。那这个中间这个球形关节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当然球形关节就没有一个震动的一个感觉了，而且感觉上半身比较有点分量吧，稍微推久一下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紧实啊，这个自己应该可以再补强一下啊，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脚的话呢，前后踢啊也是有齿轮关节的，侧踢的话呢也是有，但是就没那么响亮了。膝盖的位置的话在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双动关节， OK， 那你可以摆出你喜欢的一个动作。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这个脚的话前后还可以再动，前后也是有齿轮关节的，所以它的支撑力度的话呢感觉还可以。你稍微去调整一下呢就可以做出一个往前步行的一个动作啊。当然这个步行的动作自不自然的话呢是看你平常对机器人的观察是多还是少了啊。那后方的这个锤子的话呢是这里有一个扩充的一个小零件，你不喜欢可以把它给拔掉啊。那这个兵器的话呢应该是锤子吧，你要握在手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直接的用手指头去把它给握持住，近战使用吧啊。那整体的一个玩具就是卖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个相当高级的涂装，那本身可以看可以把玩，两者皆宜啊。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种有人驾驶的这种可以跟人互动的这些机甲。那么今天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